报爱豆报报，欢迎收看新浪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明星互动节目爱豆报报。那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赵宁。那说到我们的爱豆报报呢，已经是第五期了，还说什么呢？赶紧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本期的爱豆吧。我们本期节目的 idol 就是吴亦凡，让我们掌声请出他，欢迎。Hello， 欢迎你，欢迎。你好，你好，你好。是跟我们现场的粉丝以及我们新浪网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吴亦凡，嗨。欢迎欢迎吴亦凡来到我们今天的爱豆报报。那说到我们节目呢，是一个我们跟明星和粉丝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在这里呢，我们的明星会跟粉丝朋友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有15位吴亦凡的粉丝，那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可以通过弹幕的形式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弹幕的你玩耍起来。那说到这里呢，要首先请吴亦凡来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要登录我们新浪娱乐的官方微博，来跟我们所有的粉丝进行一个亲密互动，好不好？好，没问题。好，我们来。好，我发就行了吗？对，你发就可以。点击发送。是。好，那我发了。那现在呢，吴亦凡就正在登录新浪娱乐的官方微博，给所有的妮妮们发送信息呢，赶紧到这个官方微博上去抢沙发吧。来，可以看到，跟大家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位去展示一下。那这条微博的内容呢，是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去跟吴亦凡来提问哈，你们一定要记住，抓紧这个时间，我们在我们直播结束的最后呢，会亲自的去选出几个微博网友。很多朋友都知道，吴亦凡以前念书的时候有很光辉的这个篮球战绩，对不对？当时是带领了你的小伙伴们参加了一个叫做少年 NBA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并且夺得了华南区的冠军，哇，很厉害啊！能不能跟我回忆一下当时你在这个场上的风姿？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哎，我们就想听听当年勇哎。那当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我，说就是比较小，然后每天打球，特别热爱篮球。最喜欢篮球。最喜欢篮球，而且只打篮球，别的运动我基本上都没怎么接触。为什么会最喜欢的是篮球？因为我比较专一，我喜欢一个东西的话。我喜欢一个事物就会只关注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基本上只是打篮球，其他的运动都没有怎么接触。哎，当时是不是很多这个学校里的姑娘就每天都坐在篮球场在等着看你打篮球啊？没有，并没有。真的没有。当时在球队里是什么位置啊？球队我一般是打后卫。打后卫，那就是组织型的了，是不是？对对对。当时战绩怎么样？除了拿到了这个华南区冠军之外，在学校应该是所向披靡吧？还好，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因为我自己打的算比较多嘛，所以其实就，但是我不觉得有那么厉害，有那么厉害，或者有那么的光辉的形象。可是华南区冠军真的很厉害哎，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看那个《灌篮高手》，我觉得应该算是，怎么也应该是流传枫这个级别吧。不敢当。没有，就是自己喜欢，特别的热爱。然后当时其实我的队友们也很棒。
对，大家一起的努力。你当时有特别喜欢的就是篮球偶像吗？有啊，我一直都很喜欢那个，比如说就乔丹啊，或者科比啊，我都很喜欢。哇，那我们今天也有准备篮球，这当然不能丧失跟偶像这个亲密接触的机会。篮球还挺帅，那一段耍篮球非常酷的吴亦凡哈。我要耍吗？我不会耍篮球，我这对就是。看到他还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非常的亲密的熟悉哈。想打球了。哦，想打球了。嗯，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爱豆爸爸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优质学长吴亦凡，来，请落座。谢谢。嗯。是要抱着篮球吗？球我要抱着吗？球我抱着，球我就抱着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也有些朋友说啊，这个弹幕飞得太多了，我想关掉它。那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呢，就可以关闭这个弹幕。大家看到我这里呢，就正在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还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我先把我的声关了。哎，那今天我们开聊既然说到了这个篮球的这一部分啊，当然了，吴亦凡这个得天独厚啊，他有1.87米的这样一个身高，他要是不进军篮球界，我觉得是篮球界的一大损失。而且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大长腿，是不是？看到了。那说到这个吴亦凡的这个大长腿到底有多长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爱豆爸爸的第一个粉丝福利了。那我们现场呢有15位粉丝，刚才介绍过了，每一个粉丝都对应了一个编号。那亦凡呢在这里你可以随机的说出3个数字，就是1到15。啊，真的吗？中间的3个数字。150。然后这3位015。然后呢这个3位粉丝呢，他们就有机会啊，有机会去猜你这个腿长。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挑选其中一位你觉得比较靠谱的，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的这一位上来。去亲自的量。你这个腿有多长。好，所以你现在可以来报你心仪的3个数字了。3号。3号准备好了哈。然后继续吗？继续。8号。8号。然后12号。12号。好，3号，你先说一下，你觉得吴亦凡的这个腿有多长呢？来来来，上来。我们听不见，所以要先请你上来，就是3号粉丝。来，我们的8号和12号，赶紧准备一下，不要耽误我们直播的时间哈。来，你觉得？115。115公分哈，来我们的8号，哎，12号也，我们也抓紧上来，好吧？哎，好，我们12号先上来，先说，才113，113公分，哇，来，看来这个，你说8号，116，116，您觉得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的真实长度？最短那个吧。刚才12号对吧？12号猜的是113，来来来，你非常有幸，来，你呢不能够靠近我们吴亦凡，真的就是啊，就2号，你要凭空的感觉一下，你的尺子，来来来，把球可以暂时先给我，好，对不对？啊，其实你可以量，随意，哥哥，你的腿到哪儿了？就到这儿吧，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哎，你是挺准的，112、113是吧？真的吗？哦，好短啊！我都开始嫌弃我自己了。没有。你要不要再量一下，我再监督一下，好吧？哦，刚才我刚刚去看弹幕去了，没有仔细看。我帮你，应该从哪量？从胯骨往下哈。好，我们抓紧一下。应该量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再往上。差不多，我也不知道。
还不到，差不多，还真是113，差不多。嗯，很准，哇，好准啊，我猜的。很准。然后那我们这位12号粉丝，对不对？对，对吧？然后你就会有个粉丝福利。嗯，你的粉丝福利哇，很厉害，就是和吴亦凡合影，都共同的秀出你们的长腿。好。好，我们来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秀长腿是。这样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哎。来，我们来那个拍张照片好不好？哪边？这边吗？你要一起吗？哦，我不要，我没你们腿长。来来来。嗯。哎，我们来这个，哎呦，又要换掉我的，怎么每一次我主持节目都求换主持人呢？这没法干了。好，谢谢。OK。好，谢谢我们的几位粉丝，谢谢你们，来，谢谢。那节目呢才刚刚开始呢，后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粉丝福利在等着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民意当中早就流传着一些说法，说吴亦凡是行走的画报，时尚的代言，什么东西在他手中都可以成为街拍利器，潮爆街头。那我们也通知了我们现场的倪妮们呢，他们就有带来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就会有机会放到吴亦凡的手里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准备出来，可以先给亦凡看一下，你都准备了一些什么街拍利器，到时候呢就可以让亦凡拿着你们的这些东西啊，去摆出这个 pose 来。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呢先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先来试验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上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手电筒。好可爱啊。我们看一看手电筒在吴亦凡手里将会变成怎样一个闪亮亮的手电筒呢？哎，我们来等一下，3、2、1。这是什么？就摆一下嘛，摆成一个那个，就是会成为在你手里的一个街拍利器。哦，哇！如果说手电筒还比较简单的话，那我们就再上一个。这什么呀？水呢？我不出水了。好，我们也是同样的，3、2、1，准备好了吗？啊，我已经摆过了。对啊，我已经摆过了。好啊，那现在我们要选我们两位粉丝道具。你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多选一些。如果你看中了他们手里的这些道具都非常可爱的话，你有没有挑中的？我们直接选。我都可以，都还挺可爱的。要不你来选吧。我选那个。哪个？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没有这样对你，因为我在等你的过程当中，我跟这个可爱的姑娘聊了半天，她特别去专门为你买的，她觉得你一定很可爱，而且她特别说，本来她选了有一个白色的，但知道你现在换了发型的颜色，所以特别挑了这个颜色。好吧，我们来请这位粉丝拿上牌。好，谢谢。哎，所以你想怎么摆呢？我就戴着呗，就。哇，萌萌哒。真的好可爱啊。好了吗？可以了吗？我有觉得好像一瞬间变成那个 cosplay 里面的某一个人物。还谁有现场有人在配音猫叫吗？喵。好，谢谢亦凡。然后我们还可以再选其他的这个粉丝礼物，他想送给你，收下吧。真的吗？好，那我天冷的时候带，谢谢。你还想挑哪一个？我们是要把萌萌的继续到底吗？可以啊。好啊，这个女生，那女生长得非常漂亮，我们要请她上台来。北极熊是吗？对啊。你是几号？6号。哎。哇，哈哈！你是几号？1号。好，干嘛呢？哎，你可以摆一个 pose 啊，一起拍张照片。来，我们拍张照片吧。那这样，我拉着你吧。哈哈哈哈哈！抱着你。哎呦，你睡着了。希望成为现在吴亦凡手中的那个白色可爱的熊，对不对？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很希望成为他。他还挺可爱的。是。
啊，真的吗？也同样送给你了，哇！不要了，要不还是真的吗？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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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坐这儿吧。我们还有吗？一凡要不要再选一下其他的？我选了两个，你再选一下吧，好不好？他们每个人真的都蛮精心准备的。我都可以啊，就哇，哇，那幅画画的好好 啊，是你自己画的吗？他专门有。啊。哦哟，好，谢谢。先点到你就上来好了。你是几号呀？五号。我们刚才分别选到的是一号、六号，现在是五号。哈哈，不是，不是很好，这样吧。啊，行，先这样吧哈，嗯。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那你试一下啊，那我先，啊，谢谢。嗯，厉害哦。然后这幅画，来，你可以说一下，这幅画想送给一凡，是因为你现在接了很多的角色，然后粉丝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你的造型特别适合去演古装戏，因为我们觉得一凡就是剑眉星目，就是他的感觉特别适合去演古装，然后我们也期待你能够有机会去接古装戏，然后希望明年你的戏能够大卖，然后工作能够顺利，身体健康，谢谢，谢谢，谢谢这份祝福，谢谢你，对，太棒了，这真的画得很好。一凡自己是不是也很有古装这个情节呢？会有希望有朝一日在荧幕上饰演大侠吗？有啊有啊，我想啊，对，就是我觉得尝试不一样的角色吧，都挺好的。你会特别喜欢哪一个古装人物吗？啊，其实男孩子都会喜欢看一些这种武侠的。那你小时候会比较喜欢哪个大侠？我都看，我都挺喜欢的，我觉得只要是很帅的就喜欢，对，所以我一定会以后有机会的话给喜欢的朋友们，然后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我。谢谢，谢谢我们的六号粉丝，谢谢你们。好看，来送给你了。哇，还有吗？这太小了，你看，让一凡再选。还你帮我选吧，我都可以。哇，最后一个来，我来继续帮他啊。那个，其实我觉得，哎呀，我这个真是这活儿我大人说，但我其实觉得那个蛮特别的，因为他说那个他裱起来的，里面的内容是你亲自写的。真的吗？真的，所以是真的吗？上来求证一下。这应该是你，应该是三号对不对？啊，四号啊。9月17号的看灯晚会。哦，哇，你拿了这个纸飞机是吗？当时是我抢到的。然后就是上面你写了我希望我会飞嘛，然后那天你还在现场说了我希望我会飞，然后可以飞到粉丝们在的每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你不会飞也没有事，没关系，你不会飞也没有事，就是我们可以做你的翅膀。然后陪你飞得更高更远。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太好了，谢谢你这么美好。没有没有，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的字写这么好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个话筒收的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声音，所以你不用担心。那刚才他说当时一凡就写下了这段话，说他希望他会飞，然后能够飞到每一个粉丝中间。然后呢，这个女生代表了所有粉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翅膀。哇，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寓意，谢谢。那所以这个所以你还要留着吧。那你可以让他拍一张照片，对不对？非常可以跟他一起拍一张照片。好，行啊，对啊。谢谢。要一起拍吗？啊，好好好。哇，看那边吗？是哪个？对啊，这个红色的。哇，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很多很多很多。那继续留给你啊！哇，一直支持你。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四号粉丝，谢谢，我来拿过来哈。好的，那我们刚才六号粉丝说的很棒，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让你看一眼啊，都说好希望能看到你的古装啊，可以看到现在一凡正在看我们的弹幕，那弹幕在直播间里的网友朋友，赶紧你们赶紧发。那接下来呢，我要说我们的下面一个环节的内容。下面一个环节要考验的是倪妮和吴亦凡的默契了。那也就是说，一凡呢会拿着一个小框来移动，
把我的道具都准备好，就说呢这个框，这里有个框，然后呢这个框呢会一会儿在吴亦凡的手里，然后呢我们让亦凡来挑三个粉丝上台，然后呢他就拿这个小框移动，这样移动，然后另外那个粉丝呢就会在另一边把这个小浪人往里面扔，扔中最多的那一个粉丝朋友呢就会获得我们的粉丝福利。好，是不是很简单？哎，好简单，这个我要跑嘛，就是。对对对，你不要跑得太快啊！我们知道你腿长，我跑得很快。那我就跑出去了。嘿，来，那你开始来报号好不好？又要我来报吗？对呀、啊，我们刚才有挑中三号、八号和十二号，然后你可以继续挑。一百。没有。啊，对不起对不起。啊，15吧，那就。一号。15号好。我们有三位粉丝，15号，然后1号，那1号是不是刚才？1号刚才有参与过，我们先等一会儿，好不好？那就十，不，那就7号。7号，好的。然后三个，五个，然后14号的，14号。十四号在哪里？哎，好，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可以先说一下粉丝福利，就是说你们要投进去最多的那一个朋友呢，就可以获得，就亦凡会亲自在我们的小浪人签上名，然后送给你。好，我们在这边，您站在这边，然后你就是在这个位置。好，可以了，你可以移动，随便移动。然后我可以不动吗？你也可以不动，当然。可是我动它就很难投进啊。是的，如果你体贴我们的粉丝朋友，你就不动，看他扔。真的吗？你投一个试试。没有，你不会打人没有关系，你就投嘛。没关系啊，来，我帮你接了，你扔吧。我来先帮你拿一下，好不好？让你有更好的表现。您还是跑着吧。啊，他说。我还要跑着是吗？没问题，你投吧，我等等你接着。来，往里扔吧。好，开始。哎，一个。啊。哎，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投进去5个，你就要都要送哦。是吗？对啊。那我可以不接了吗？你可以不接啊，都可以啊。好，好坏啊。完了，我又多了一项罪名了。慢起来。小浪人今天也很辛苦啊。可是这满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拿出来，就拿出来一点。对对对，我来，我是搬运工，来继续。好吧。哎，就算几个嘛，这个不算了吧？这进了3个啊，我们是这么说。好，谢谢你。不错。接下来放下。哇，你们还谦让，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来继续。我先帮你拿。你远一点吧。好，就在那儿了。好，就刚才一样的，你再往后一点点。好 ，OK， 可以开始。哎，我觉得这个好像粉丝都好轻松啊，一百你会比较辛苦哎。这肯定进不了了。我还拿出来，你再给你一个，最后一个啊。好，不给我，好，你不用管。哎呀！你居然能摔一跤！我真的已经没有多余的手要拉你了。好，下一个13个，来就看你了啊，胜败在此一举。来，给我，谢谢，是我们好好表现一下啊，配合默契。我等一下啊，我为了帮助你，我来拿一个出来。好，我再拿一个出来。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不让他进。好啦，那你就是这个进了4个，那你就胜出了。那然后我们请一凡那个来，你来，我们这个你是14号，我记得，对吧？你过来，然后请你在上面签名啊，然后送给他。签好。我可以签。谢谢，我们谢谢这两位。我签到后面好吗？小哪个土？
全按的那个图。哦，对对对，啊，谢谢，谢谢，谢谢，恭喜十四号粉丝，谢谢你。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看到，一凡真的是非常的体贴粉丝哈，接得很辛苦，差一点是不是摔下去了？真讨厌，为什么那儿多个台阶？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一凡来展示他非常暖男的一面，因为之前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哈，下聊天他们就说说一凡呢，因为经常飞来飞去，在飞机上听说你就老睡觉。是不是也一坐飞机你就睡觉？好像是。但是很重点的是在后面，就是他每次醒来的时候，身边人看到他第一眼一定是充满了笑容，就是他是微笑的一个状态，所以看得出一凡真的是一个暖男型的男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也想请你来把更多的温暖带给我们现场的粉丝以及我们网络对面的网友朋友。那我们现场的粉丝呢，你们就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请我们的暖男吴亦凡来现场帮他们解决，给他们一些咨询服务，好不好？可以收费吗？你们可以商量着办哦。那我们可以随机叫号，也是两个粉丝。啊，又是我叫？对啊，你叫号啊。我们刚才讲，你喜欢叫大号，我听说。那不，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说。五号没叫过吧？五号刚才有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互动。二号二号在那里。二号，好可爱的女孩子。然后还有十一号 OK。 二号粉丝，来我来，你上来说一下，你有什么问题想向一凡来咨询吗？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吗？或有什么话想跟他说？有烦恼吗？有。你有烦恼？有烦恼。说吧。请问脸上经常长痘痘怎么办呀？你皮肤这么好，肯定有秘方吧？对，女孩子脸上有时候会长痘痘，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对，因为我不是女生。那这也会长痘痘啊？你从来都不长痘痘吗？对吧？可能主要还是休息吧，然后多喝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多喝水，注意休息，注意睡眠，然后多喝水啊，然后就多补补水吧。可能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觉得呢？满意，刚才说的没有错，没有错哈。多喝水，然后多注意休息。还有另外一个十一号，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的那个十一号，来，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就是想问一下哥哥，就是你觉得，像我就是短头发嘛，然后很多男生都会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是吗？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到底是如何让一个短发的女孩子变得更加有女人味，而且更加吸引男生呢？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已经很好了，我觉得。真的吗？对啊，我觉得不管是短发还是长发，这我觉得完全不影响一个人的魅力，我觉得是看个人的喜好。所以你在喜欢女生上面有去分什么短头发、长头发更吸引你吗？其实真的还好，我看缘分。对。那你满意吗？你继续满意。对，自己喜欢就好，主要是自己的一个个性的体现，我觉得。谢谢，谢谢我们十一号粉丝。那我们来看看弹幕上的这个网友朋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弹幕烦恼，老范你好，我去年刚刚到美国留学，然后语言呐、食物啊、生活都很不适应，身边也没有可以聊天的朋友，只能经常在网络上看你的消息，也会和国内的妮妮们聊天。你也有过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孤独感？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在海外的一些其实一些朋友来说，都会难免会有一些孤独感。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因为其实毕竟不管是年龄小还是成年人，都会，我觉得会一样，因为你离开了自己习惯的一个熟悉的一个生活的圈子，然后你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然后你会因为语言啊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其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来说，就是敞开心扉跟大家去更多去交流，然后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语言不能够那么的通，那么的去沟通得了，但其实用心其实还是能够交到好朋友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放开自己的心，然后去交些朋友，然后慢慢的让自己融合进去，就不会那么的孤独。就是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对，这也是你当时用这样的方法来
缓解自己一开始的不适应啊。对，我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多交一些朋友啊，然后让自己习惯。是，接下来是一个男生的问题哈。他说他非常喜欢你的私下里的服装打扮，还有你的 rap， 说你很棒，能不能教我几招怎么来练 rap？ 他要在学校的联欢晚会上表演，非常紧张。哦，真的吗？嗯，我觉得其实就是 rap，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跟个人的喜好都有很多的关联，因为我觉得。有些人觉得可能就是说得很快就是 rap， 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带旋律怎么样都可以，就其实是一个个人的感觉，我觉得你觉得这样的是对的，就是对的，因为这东西是很有个性的，所以我给他建议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唱自己喜欢唱的东西，或者听自己喜欢歌手的歌，然后去跟他进行一些学习，然后慢慢找自己的一些自信，然后就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来。就是多听一下吴亦凡的歌曲哈。那今天我们的爱豆抱抱呢，也正在我们的手机新浪网上进行直播。那所以我们在手机新浪网上也征集到了一些网友的烦恼，也请吴亦凡来解答一下。嗯，那这个手机新浪网网友他有说啊，他说他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他的英文成绩就不太好了。我知道他的问题就是说，凡凡的英语非常的好，想问问他有没有学英语的好方法。学英语啊，就是多说，然后多练，然后就是背背单词吧。好实用，好官方啊。还有没有什么私人小秘招呢？其实还好，就怎么说呢，主要还是环境吧。对啊，或者可以就交一个讲英文的男朋友就可以了。学得很快。是，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也是来自于手机新浪网，他就说他非常的喜欢你，但他还是一个学生，所以你的活动只要是假期，他都会到现场来支持。但是其实呢，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太理解和不太支持，但是呢，因为很喜欢你，所以这位网友有好好的学英语，那期中考试他就考了年级的英语第一名，所以想在这里请凡凡来帮他对他的父母说几句话，让他们可以更加的支持这位网友来继续喜欢你。我觉得首先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支持，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父母亲有自己的出发点，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坚持，那么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希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偶像，自己一个去学习的一个目标吧。我只是说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榜样嘛，给他正面的能量，然后也继续的努力，给他看到更多好的作品，然后让他觉得喜欢我是值得的。那么对叔叔阿姨来说呢，我就想说，其实我觉得希望他们也来监督我吧。对，我就会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尽可能的给他们带来正面的东西，然后同时也是一定不要耽误自己的学业啊，自己的事业，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就喜欢的同时，可以还是要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去规划好、管理好。是这样。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弹幕上很多的这个朋友说他们要支持一凡的2月14号的新片，对不对？叫做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哇，还有很多的朋友要说这个吴老师好，大家来这个向你这个叫老师哈，希望你有多一些开一些课堂。好。还有人的烦恼就是他非常的爱你，但是你看不到他。我可以看到你们。所有人的烦恼是不是？刚才我们还有三个网友朋友没有参与到我们前面的这个互动当中，分别是9、10和13号，我们这三位网友朋友会有幸接受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大福利。你们三位可以上到我们台前吗？好，这个福利真的太好了。所以说等到最后的往往可能会有惊喜。好的，还有大家称呼你为学大凡。我学大凡真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这个福利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啊，我们三位呢可以最后会有一个粉丝福利，是向吴亦凡进行一个真情告白，可以真的去跟他告白哦。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也是要经过一个挑战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三个人嘛，只有最后胜出的那一位才有机会。
那所以呢，我们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三位，但我们再往前一点好不好？我们不想离吴亦凡更近一点嘛？好吗？我们把这个话筒先拿着，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先问一下你们的问题，看看跟亦凡心中的正确答案是不是 match， 好不好？想问第一个问题，打篮球的吴亦凡会喜欢女生的哪一种应援方式呢？第一个，默默在现场观看自己每一场比赛；第二个，在比赛中大声地为自己呐喊助威；第三，准备好水和毛巾在场下等待。你的选择是第三个吧？第三个，等一下，你呢？我们三位都要选哦。第二个。三二，然后你呢？第一个，三二一，来，一凡，你的正确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都还挺好的。都可以。对，都还挺好的。是吗？对，可是没有人这样对我做。没有人这么对你，这。好伤心。我们接下来啊，那三位都过了我们第一关，第二个，吴亦凡最容易接受的女生表白是？第一个选择，诗情画意型，用感情丰富的情书来表达；第二个，单刀直入型，当面喊出我爱你；第三个是温婉含蓄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通过小细节不断地暗示自己的心意。你的选择是三吧？来，你的二三，现在是三二三，你的选择是？你会觉得哪个好？情书表达、当面喊出，和相处当中通过细节不断表白，你选的是哪一个？其实这也挺难选的，但是其实我可能会选 A， 就他们都没有选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的知识的朋友都会写信给我，你封封都看到？对，他们写给我就像情书一样，我就会看，有时间我就会看，对，所以也是挺难选的，其实就可能。都 OK， 但是你有印象特别深刻看到的一封粉丝来信吗？太多了，太多了。对，就是很多都是表达支持，然后。那现在很糟糕，那我们第二个环节三位都选错了，我们是让这三位进入我们的最后的 PK， 还是说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我们现场所有15个粉丝？好难选择，那你们来选吧。那我们扩大到所有15个粉丝好了，好不好？嗯。然后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来问所有现场所有的人，我们举手好不好？我们不把所有问题都报了，就看举手了啊。吴亦凡认为男生最浪漫的表白方法是：第一个，让朋友帮自己传话，试探明确后再想办法来表白。这个选项有人支持吗？我们来举手好了。没有人选啊，15个没有了，一起选啊。你有台上有人选吗？这个方法不好。第二个方法是两个人单独相处时直接出击，俘获芳心。哎呦，这我觉得是女生思维哈。这多少个人啊？这多少个啊？有人没支持的，只有几个没支持是吧？一二三，这三位没支持。第三个方法是不会明确表白，靠暗示和等待取胜。只有一个，一凡，你的选项是两个，这个我三个，你会选哪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哇，那刚才所有有12个朋友都选了第二个，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能够进行1分钟表白。又要选择了？对啊，又要选择啊，所以你要选一个。啊，不行不行不行，你就选一个号好了，选一个号。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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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15，你这样吧，我们就1到15号，你觉得哪个号最好？可以点兵点将吗？可以啊。怎么从这开始点？从这边，或者你们落座，我们直接在那边点也行。好困难的选择题。来，借这个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好痛！哎，吴亦凡，你太官方了。我也要写信给你，这是我们那个，还有让吴亦凡嫁给他。好，你来选好了。啊，就这样开始啊！你开始。对，他真的嘴里有在念呢。哎、哦，对不起啊。啊，你开始啊。哦，这次数不够哎。哎呀，好难选。好，选到了没有？就10号吧。10号。十号，十号哪位？
哎，那边。哇。好了，你可以进行一个表白。表白之后呢，吴亦凡会送上你一个签名照，送上。对啊，来开始。嗯，真的好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因为我刚刚大一嘛，所以算是第一次表白吧。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就看到你真的很努力，然后其实给我也有很多激励了，别的，哎，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说一句吧，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ing， 谢谢，谢谢。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没有关系，没有的。我们这样一个表白，最终以这个，还是很大气场的。那接下来我们会准备了一张一凡的这个签名照送给他，然后呢，这是一张，哎，我的笔呢？对，我的笔呢？哎，我的笔呢？哎，满场都在找笔。他在这里哈，他会写上这个女孩子的名字送给她。你的名字是真实的名字啊。来来来，你可以过来跟等一下，一凡怎么说吗？我在这边。来来，好。好，借这个过程当中，我来看一看弹幕哈，看弹幕。酸。一个哪个？一个单。哎，看到今天这个大一的同学还挺多的。对。好，恭喜我写错字了。没有关系。对了吧？哦，慢一点啊、哦！谢谢，谢谢。这样会特别一些。谢谢你，恭喜十号粉丝。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在微博上的网友呢，也可以通过回复一凡亲自发出的这个微博来提问。那我们刚才拿到了一位网友被我们选出来，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努力考各种证的张某某。他想提问的问题是，今年吴亦凡在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呀？有啊。有啊，哦，有啊，具体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哎，好具体啊，就是我在准备，然后反正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我的音乐的作品，然后已经，反正快了吧，只能说，但是我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保密，一定要卖个关子，反正大家多多去期待就好了，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所以今年会有音乐方面的一些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那除了我们在2月14号可以看到你大荧幕的表现之外，在今年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呢？福利啊！啊，我们还会看到你要什么样的福利、啊？下次我再来嘛，好不好？是是是、也想问问，除了音乐方面，其他的计划有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现在一直在忙于电影的一些拍摄，然后明年会有。应该会有几部电影会上映，然后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当然，最先的是2月14号的我的第一部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与支持。那会看到你的古装秀吗？古装秀啊，一切皆有可能。哦，他还卖上关子了。对，今天我们爱豆抱抱的最后呢，也会请我们现场所有15位粉丝好上台跟一凡来进行一个合影，来说抱抱啊，说合影。那也希望大家来继续的支持我们的爱豆抱抱，你抱我抱，爱豆抱抱，我们下一期再见。来，我们有序的上台来，谢谢。应该是怎么样？我在前面还在后面？你在前面吧，我们。